这个今天呢，还有一位我们请来的嘉宾呢，最后一位出场。我想呢，对于他来说呢，孟老师是改变他人生命运的人。今天他也非常开心的来到现场，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掌声有请第四位嘉宾。哎呀，掌声有请马佳。啊，哎呀，马佳，青年男高音歌手。他凭借自己独特的美声和扎实的演唱功底，被无数观众所喜爱。喊一声老师，叫一声妈妈，只有好好工作，报效国家。今天作为孟玲老师的学生惊喜前来，他们之间还有哪些不得不说的师生情？这个叫小马佳呢，是因为在两三年前的时候，那时候采访马佳呢，哎呦，那也是孟玲老师说、说我的学生你一定要采访，说的特别好，还在给你找工作呢。哎，最近听说工作有着落了。哎，工作，对，工作在现在在中国广播艺术团。哇，好好团啊。好的。对呀、啊。对对是。